Hello，我是噔噔噔噔，那个一周不见了啊！我发现我的发型不停在变短，然后这一期是第九期，然后又跟大家见面，而且在昨天录制时候，看有人在狙我超级大灯牌，我特别开心，然后谢谢所有的粉丝这么支持我，所有的 DK 黑暗骑士们，那。来聊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舞台上面出现的一些特别让我难忘的状况，比如说之前王一威吊麦那个事情，还有冻结啊那个床塌掉事情，那全是意外，OK，意外。然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这个绿色的虫子不停地飘过来，爬过来，烦死了。然后，哦，说一下对方对，原谅我，我其实很想梳理好我自己的语言，但是每次到这个关键时刻，总有人会打扰我，会来烦我。肖战，就是你。没有错，就是他，曝光他，曝曝光光他。还有夏之国，对，然后。站住！其实你武是直嘉接诚，吃了我跟吧？他认识真的，了好恶心！4年了，对，我是然在后抄你，我是对，他其实就是一我个是特在别阳光开朗的人。的阳光大男孩，对，我真这么形容。然后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要说什么？阳光大男孩。你告诉我我要说什么？光大你干嘛躲在我那？赶紧取我的灯牌！快当我粉丝！快快快！男，啊，彭楚月，谢谢我的你！妈呀，彭楚月，我的妈呀，谢彭谢楚谢谢！月，妈呀，我的彭楚妈月，呀，妈彭呀，楚彭楚月，然妈后呀！我们下周见吧。原谅我一直想梳理好自己的语言，但是每次都没有说好。其实我很多话想说，我下周见，下周但见，是每下周次都见。被那么打扰。我记得除了1、2、3期。录了视频日记很正经之外，后面自从肖战同学的加入，从此就没有安宁过。下周见，下周见，下周见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下周见，下周见。啊！哎，我怎么感觉妈的下周见，下周见。下周见，拜拜。都已经肺炎因为朦胧了。之前白树上一期白树就是问白树然后出现的状况，白树并不在身边，然后就出现很大的状况。打死月，打死月，打死月，打死月月，打死月月。然后所以这一期我不要他上镜头，还有这期依然在练舞，所以，我们真的下周见好吧，困啊！记得关注又是我们红三个。队，我们代表了红色，我们象征了燃烧。啊，那完我穿的蓝色，完了我还有穿白的绿色，啊呀！我穿的绿色什么的。然后呢？哎，我们说口号来，yes 月月，骑兵战将，你快赢了御他。骑兵战将，遇强则强，越战越勇，竖起竖起星星光。光啊！天哪！啊！嗨起来！